哟，这是鞋子啊，老板娘的鞋子乱丢。哎，老板娘，关灯。这是我们。这个灯我怎么关联？你可以调啊。哎，它这是无段调整啊。对啊，好用啊。可以啊，不错哈。为什么那么多 USB？ 这是充电式的灯。然后这里，为什么可以放个声卡？它可以播音乐，看一下，播音乐。你到底会不会啊？这是什么牌子的？这是一个蓝牙的那个。你看它的品牌叫 MIFA MIFI、它有很多种模式。 M 模式就是当我按下去的时候，就知道它就播音乐吗？对，内建吗？它有一个内建记忆卡，这是充电吧？然后这是充你的手机，输入端的充电，这叫输出端，帮你的手机充电。然后这是记忆卡，可以连接蓝牙手机。对，这个的。然后再来就是灯哦。灯，灯是现在是关掉。对。哦。打开，然后关掉。哎，这是白灯啊。灯对。关掉。哦，这白灯，然后嘞。这是黄灯，然后可以调段数。哦，那白灯可以调段数吗？应该都可以吧。都可以，用白灯。哦，也可以调段数。对。它有白灯跟黄灯。对，就这么简单。长按就关掉。然后再来就是。声音的大小声吧，大小声。那这个要干嘛？好，功能很简单。那我们要睡觉的时候要调什么？我想要黄光。那暗一点，你可以关灯了。好，我关灯。小夜灯。当小夜灯的模式。这样就太亮了。对，我现在有一点亮。那今天是我们的那个什么时光号的那个大改造第二晚。我们晚上就像这样子。我发现这次老丈人的技术越来越厉害了。真的吗？哎呦，难得你有扩展方案。完全感受不到整台车的震动声音。哦，对啊，冷气那个换这个其实蛮。我们现在只有听到室内机的声音。对。你有听到室外机的声音吗？没有啊。真的没有呢。调一下，我看一下风速。我风速调最小啊，风向哎，哼，这风向为什么会有声音？就是这个声音，这个要上上游。你把它开摇摆呀？对，怎么开摇摆？固定了，这样可以吗？我昨天有被冷到呢，我这样刮掉。二十五度会使吗？咩难二十六难使？要二十六？它就停止了。但是我觉得它吹没有差。你看哦，它现在我们调 25.5， 它那个压缩机停止了，我们调25。我们这样讲好了，这种冷气大家在装了，但是每个人的技术不一样。对，有些人装的还是很吵，那有些人装的为什么会安静，就个人技术的问题。然后你有办法把它，你看哦，有听到吗？现在室外机启动了，室外机已经启动了哦，没有，没听到，但是我们有听到声音，但是我们车子没有感觉到那个震动的声音，因为我们早期的时候，整个车会有共鸣。天哪，共鸣声好可怕、哦！对，我觉得我可以这样睡两年，蛮厉害的。对啊，现在安静到不行，很好睡。灯可以再小一点啊。
差不多了，可以。我已经要睡觉了，你不要再吵了。嗯，再小，再小，最小。再小就要关掉。最小。再小就要关掉。最小。最小。再一点，好，这样。OK， 这就是我们的小夜灯模式。好，各位 ，good night， 晚安了。不错呢。嗯。哇，你干嘛要开灯？像这个、啊，哎、欸，你看。这个啊，这个你开一下。外侧想要干嘛？对对对，外侧睡觉吗？我今天跟你讨论的是这个问题啊。什么问题？这个、啊，你不觉得这个要装上去吗？啊，你不是装好了吗？啊，你不固定固定很好。不用固定啊。就这样。就这样的。锁起来不是很好吗？不用啊，那这样锁紧就好。问题是这样会掉啊，没关系，开车行驶的时候把它拿下来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们这个是一个外推窗，我们结合了这一个东西，有没有很漂亮？啊，因为一般有的外推窗没有啊。那我们要排风的时候怎么办？打开它。对。然后把它打开。然后打开。我差点没。这个就是一个排风扇。对，我跟你说，你这个排风扇哦，我有一个很厉害的指滑垫。怎样？这个指滑垫不会动。我听你的半杯。真的啦，不会骗你，这个指滑垫真的很厉害。它不会动，你明天开车就知道了。真的、啊，我没跟你开玩笑啊，这个指滑垫超黏的。嗯，好，我明天开。掉了怎样？掉了。你跟我同姓。不是，是你跟我同姓。好。你不是一直都跟我同居吗？好了，关起来了。你再来吧，让我睡觉好了。要了，要睡了，睡了，睡了，睡了。好。没有想到这个纸滑垫有这么优秀。这个排风扇我是为了我们要吃火锅的时候来用的。明天要吃火锅、嗯。对啊，下次啊，下个礼拜。我们不是说好下礼拜在车上吃火锅吗？吃什么火锅？青菜啦。这么没有个性，还清菜、嗯，我可以挑吗？可以啊，你想挑什么？那就来个很特别的火锅。那是什么？就是特别。嗯、清水火锅完全没有味道。你笑。晚安。你不是说很特别，真的很特别啊，没有人这样煮啊。嗯，那、啊、你上面放什么？没有，还没放。上面是空的、哦。完全空的、哦，空的、啊、哦，好，空。欸、有听到压缩机的声音，可是不会有共鸣，不会有震动的声音。对啊，震动那种共鸣。嗯 ，OK 了，我觉得你弟越来越厉害。嗯，好 ，OK。对，我今天铺了一个很温暖的床垫。嗯。